我们的阿根廷驻阿根廷侨委会的秘书，我们的吴学成吴秘书，还有我们陈渊陈秘书，欢迎请你们上台。我们的好，都准备好了哈，好。我们非常感谢委员长呢，为我们这一本书写序啊。我们这一本是六大洲的唯一的第一本，就是移民书哈，作为以后的典范。好，一、二、三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各位嘉宾哈，还有我们的长官的莅临，指导我们。好，请你们就坐。